今天台股再度创下波段新高，最高来到了17764，从10月5号的16162到今天的17764，刚好涨了1600加两点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帮你正式进入解盘。今天是2021年11月17号星期三，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本月份的台子期的平仓，那台子期的平仓按照过去的惯例都会有多空双杀的情况出现。那么在昨天我都已经告诉过各位了，昨天我都讲过了，今天不会有太大的畸形，因为空单在前天通通认赔出场了，昨天在盘中杀一个多，然后尾盘再来拉一个空，再嘎一个空，嘎谁呢？嘎那些外资。今天最后的死的人是谁呢？就是正统外资。好了，我盘都讲完了啊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是开新仓，开新仓以后怎么办？我们要观察1到2天，看看黑手怎么样动作。但是王彤最近一直不断的告诉各位，这叫做邪恶第五波，你们现在相信邪恶第五波的威力了吧？简单讲，邪恶第五波就是每天给你看高，每天看高又收高又下来，每天给你创高，创高以后又下来，让你觉得盘上不去，但是实际上是盘下不来。邪恶第五波，切记不要乱摸头。我给你看一下 K 线啊，来，这是16162，10月5号。从这时候开始，10月5号开始啊，看清楚啊，10月5号，16162，到今天为止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最高是17764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随便你怎么做多都是赚钱，没错吧？那这个过程当中，随便你怎么放空都是赔钱，所以这个就叫做市的重要性，你连盘市都看不懂。啊，今天王彤告诉你，还附带一个好消息给你讲一下。昨天我推出了邪恶第五波标股总动员优惠案，优惠案的内容呢，请你打电话跟服务人员联络，02-6630-3221，02-6630-3221，这是我们的优惠案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给你优惠案还来一个特别附奖，听好，给你看啊，加赠一档，加赠一档个股，这一档是单兵攻击强棒股，让你获利翻倍。简单告诉你了，会涨一倍的个股了，会涨一倍了，会涨一倍，你要怎么算呢？哎，20块涨到40块也是一倍，10块涨到20块也是一倍，从50块涨到100块也是一倍。问题是，你要知道这档个股是谁，你就要跟着我们同步上车。只有参加这个专案的人才享有。再看好，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到呢？到2022年1月底，2022年1月底，让你获利翻倍。我连时间点都讲给你听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的话，就找那些自负天赋异禀的人呢。我连时间点都讲给你听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如果没有到怎么办？没有到你找我。那我问你，有到了怎么办？同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金融市场，不是菜市场。你们不相信的不用来。你如果想要赚取倍数翻的这档单兵攻击股，你就赶快跟上王彤这个专案。我在这边要顺便讲一下，这档个股我要你买进30%资金。那就可以知道了吗？这档个股会如何？你就可以知道了。那今天讲盘前呢，我顺便再讲一档个股给你听。来，你看一下这档个股，2883，看到没有？2883，看清楚哦。开发金，开发金，我很少讲金融股给你听呢。你看看开发金，最近这一个礼拜居然从这里啪一颗上去了。你说两个礼拜也可以，随你便呐。两个礼拜时间这样上去了。好，看到了啊，开发金。那我今天会讲开发金给你听的用意是什么？动到开发金了，你要知道下一波的主流是谁。
我这边就告诉你好了，银建股，知道了吧？不是船票，不要搞错了。王彤都是讲未来的个股给你听的，那电子股算不算？电子股当然还是主流，所以说等一下我会帮你再讲很清楚啊。好了，看清楚啊，十一月十二号礼拜五，正式迈向18000，有图有真相，有图有真相。当天涨65点，对不对啊？现在越来越接近18000了。好，再看11月15号礼拜一，涨了116点。我说正式进入邪恶第五波，正式进入邪恶第五波，而且再次交代18034非高点，18034非高点。王彤讲盘讲到这样子还不够吗？今天呢，我要讲一个实际的案例。当然呢，这是我老婆的朋友，他最近都有看王彤的节目，那也介绍别人看王彤节目，看了以后就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师，天天敢讲明天的，天天敢讲明天的这种事啊，对王彤而言叫小儿科了，叫小 case 了，每天跟你胡说八道的，全市场都是的。所以就问你嘛，你要哪一个，就问你，你自己选择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心里还在想着我买了就在涨停板，那你去找别人，你去找别人。我们永远是稳健操作，稳健获利。看清楚啊，在昨天11月16号礼拜二，哗，告诉你有回马枪，有没有啊？有，好大回马枪。但是我最后还是告诉你，这是轮涨轮动的格局。那再看昨天，昨天我直接告诉你两个字，好盘，对不对？昨天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敢写好盘给你看的，全台湾就王彤一个人，我找不到其他的用词了，因为我该讲都讲完了嘛。哎，迈向18000了，啊，拉回要承接了，我懒得写那些了，就直接告诉你好盘了，你要不要买随你便了。看清楚，来继续。昨天好盘看到了啊，好，看清楚。今天11月17号9点14分，11月17号9点14分，就包括有看我节目的人或是我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情，像王彤这种盘讯都是发给会员的，大家手上都有拿到相同的盘讯，我在节目里面讲的也是一模一样的，我从来不需要加油添醋，也不需要更改，也不需要作弊，我讲过什么就公开给你看，这就是我的 style。 那看清楚啊，大盘已上涨12点开出，今天盘是平高开出，还会过昨高创高后，然后会压回。哎，有没有过昨高？有嘛？有没有压回？有嘛？今天有本月期货结算，最好先做闭上关。今天涨跌不宜研判，盘面个股表现，对不对？够不够清楚明白？很清楚很明白嘛。结果你看是不是这样情形？那么我们再讲回来，在昨天我是不是公开告诉你叫什么？来，再看一遍，好盘。那么今天呢？哎呀，今天这个盘最后涨了70点。所以王彤常讲嘛，有本事就让王彤这样写出来给你看嘛。那看今天11月17号礼拜三，今天盘电子领军，台股攻高创高，哇，好棒啊，真的。你们喜欢放空的人继续放空，我讲到这个就告诉你一件事，3707，来来来，看看，我们直接讲，就是讲一个实际案例，汉磊最高来到173.5，今天收盘都还有165.5。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去放空汉磊110以下，到今天为止满脸豆花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他补也不是，不补也不是，不补就看他默默的上去，而补了心里又不甘心。当初就告诉他不要放空，不要放空，然后他的答案是，我就是要空，我就要跟他拼，我要跟他拼，我就看他上不去。好好好，现在拼到这过瘾了吧，拼到最后的结局是你今年过年在家吃泡面，因为你看不懂势嘛，看不懂盘势嘛，他还放空5张汉磊，
一百亿以下，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，随你便了。那么再来呢，你可以看今天几台个股啊，给你看8016细创，我们告诉过你细创有啊，我告诉过你细创啊，还打到218，我们就在这里买的，我们就在这里250附近买的，250、240附近买的，还没打到218，我都看昏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你看了多少钱？294.5，最高299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坏要看得懂嘛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的个股3042，来来来来看一下，看看3042经济。经济也是一样，还有有没有创高？有啊，有没有上去？有啊，看到了没有？好，再看3530叫金相光，金相光你看看它是不是现在还在打底哦，已经要动了哦，一动了就会上200了哦，我讲的还不够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再看8299群联，你自己看看群联走得稳不稳健？哎呀，好稳呐、啊，天天慢慢的推呀、啊，好稳呐、啊。好，再看6672，这叫什么？腾辉电子，你看看腾辉电子是不是也是很稳，默默的上去了，对的吗？这些是不是王彤都跟你讲过的个股吗？好，再看3217，优群，你看看优群，量都不要多少，9亿的股本，200多张就可以上去，你看筹码安不安定？好了，讲到这么多，你还不知道重心在哪里？重心就在电子股身上嘛。那你看啊，今天11月17号礼拜三，电子领军，台股攻高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你可以看啊，今天11月17号礼拜三，从这一点开始到今天，涨了1600点呐、啊，1600点呐、啊。我只要问一句话，1600点，你赚到钱了没有？我知道很多人在看的1600点在掉眼泪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没有听王彤的话？我为什么那边要去放空？我一毛钱都赚不到，还赔了一屁股。我尽量再告诉你，这个盘还会涨，还会涨，看到了没有？那你要的就是要未来嘛，像王彤是不是讲给你听的嘛？再来，你可以看今天王彤的一些操作资料给你看啊，来，今天11:01。8182，来给你看8182加高啊，11:01在这里，9点、10点、11点、11点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在这边就出了啊，后来涨停板了没有关系，啊，恭贺各位8182加高，市价出在58.7元到58.9元，我们买在51.2元到51元，这是今年第96个红包，这才叫稳健操作，稳健获利。当一档个股了结了以后，我一定会把买价卖价都给你看，给你看目的干嘛？因为会员也收到这样的讯息啊，会员收到这样的讯息，我也是要公开给你看，难道说我还骗会员吗？不需要啊，我骗会员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的服务人员就被他骂翻了，是不是？再看另外，来恭贺各位4961天域涨停板，目前股价已创4个月新高，我们大幅获利中，持股请安心续报。天域4961天域，我跟你讲过了没有？讲过好几遍呐、啊，4961天域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看，4961天域在这边，你看看天域，你自己看天域还会不会涨？还会涨，够不够清楚明白？够了，我们就买在220以下。哎，可能有的人买的价格不太一样了，有的人买在200亿以下，有的还买在200了，都不太一样了。我以最高的为主，220以下，我们后面的第三批会员进场，今天255涨停板，给你看了啊。所以呢，再看另外一档个股，叫做3545，敦泰，哎呦，好厉害啊！敦泰也飞出去喽，看到没有？轻轻松松就飞出去了。为什么我一直跟你强调这些个股？这些个股都是业绩股啊，业绩股不涨，你涨那些阿萨布鲁的个股，那这个盘怎么会涨？当然不会涨嘛，你就这样的判断不就出来了吗？所以最后我必须要告诉你啊，邪恶第五波这情况之下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赶快跟上王彤脚步啊！所以我今天再给你看一遍，邪恶第五波标股总动员，看到没有？
标股总动员优惠案，速播专线02663021，02663021，同时还加赠一档给你，加赠一档单兵攻击强棒股，这档是获利翻倍。什么时候翻倍？到2022年1月底。我再讲清楚啊，你没有跟上脚步，你不要指望我会涨这档个股，不可能。不要每天都要想说我要贪小便宜，奉劝你在金融市场里面一步一脚印，不要每天在做梦。好了，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了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。岸边看海，波涛汹涌，高空看海，可见金来，古海茫茫，唯一明灯，王者至尊。王彤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，顺势而为，看盘功力神准惊人，个股操作犀利，洞悉产业兴衰，波段短线无往不利，唯有王彤带领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。速播至尊专线02663032216630。3221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